是石湖台的石湖群英会，我是四 A 班的文欣彤，我是四 A 班的杨清林。本年度将会每个月举行一次石湖群英会，每个月都会邀请在不同范畴有出色表现的同学参加聚会的。获邀出席第一次石湖群英会的同学，是将会代表学校参加第68届香港学校朗诵节读诵比赛的石湖精英。今年参加读诵比赛的同学超过100人，真是非常踊跃啊！当中有37位同学参加粤语读诵比赛，26位同学参加普通话读诵比赛，51位同学参加英语读诵比赛。学生名单已张贴在地下大堂石湖群英会的展板上，同学都可以去看看的。以上各位同学请带同邀请卡出席聚会，日期是9月29日，即是明天的多元智能课时段，地点是庄金玲活动中心。同学执好书包后到活动中心集合，然后可以一起进行聚会。其他项目还有粤语、英语和普通话的读习诵比赛的。由于今次出席人数众多，很抱歉你们未能获邀出席，但都要加油啊！希望各位同学都可以积极投入训练，争取好成绩啦！接着是老师勉励的环节，大家一起听下老师给大家的感浪啦！各位同学好，参加朗诵比赛有很多的好处，练习过程中亦有很多有效的方法，例如可以透过录音或者录影了解自己的表现，然后不断的改进。希望已经报名参加朗诵比赛的同学珍惜比赛的机会，努力练习，争取好成绩，为学校争光，加油啊！同学们好，参加朗诵比赛的时候，同学们对诵才要有充分的理解，也要注意情感的表达，希望大家有充分的准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为你们打气，努力啊！I'm happy to show my support to you who has joined the speech festival this year. I'm sure your English will improve. Wishing that all of you will enjoy the competition. 听完老师的勉励之后，是学生专访的环节。今次我们邀请到 5A 班的田俊杰接受访问。俊杰你好啊，为什么你会参加朗诵比赛的？因为我觉得参加朗诵比赛可以学到很多的朗诵技巧，也都可以提升我的说话能力，所以我就参加朗诵比赛咯。俊杰啊，你喜不喜欢参加朗诵训练啊？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呢？虽然练习的时候要将同一篇仲裁不断地练习，但我觉得训练的过程其实很有趣的，在老师的指导后我有很大的进步。如果累的话，老师都会叫我休息一下的，所以都不会很辛苦的。训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又怎样解决呢？之前我试过咬字不够清楚，有些字一路都讲不正，好彩妈咪每日都同我练习，我还对着块镜读些字，注意自己的发音和口型，终于将字读到字正腔圆啦。参加朗诵比赛你有什么得着呢？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跟其他学校的朗诵高手交流，也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可以提升自信心。最后你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各位同学分享啊？比赛的人要尽量地放松心情，不要紧张，专注老师所教的重点，配合眼神和动作，集中精神将仲裁读出来就可以了。俊杰啊，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不用客气，希望各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努力练习，在比赛的人发挥超水准的表现啦。听完老师和同学的分享，是不是获益良多呢？希望大家对朗诵都有更深入的认识啦。今集的石湖群英会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拜拜。